嘉义市政府15号宣布，依准三级的规格闭店，为了守护市民的健康，嘉义市政府近日针对辖区的两间电影院加强防疫宣导，要求业者依照规定落实防疫，未来将是疫情进行滚动式的调整，呼吁业者甲民众共同来配合。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升温，伫咧15号，嘉义市进入准三级规格闭店之后。观光新闻处连日来陆续前往辖区两间电影院来检视，确保业者是毋是依照着规定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，来守护市民安全。那大家在防疫的动作上都做得非常的不错，我还是要在这边呼吁大家哈，市民朋友如果来这边看电影的话，请一定要戴好口罩，一定要勤洗手。那如果能够尽量避免饮食，就不要在室内饮食。大家能够安心下来，一起把防疫的动作做好，然后安心的过生活。目前伫咧嘉义市的秀泰影城，除了依照着规定采取实名制、量体温、门会制，业者更设置打洗手，提供消费者来使用，内部环境定时消毒，确保着民众的健康。座位安排会安排梅花座，然后厅内会禁止饮食。那我们的公共空间每个小时都会做一次消毒，员工伙伴都会做自主管理，我们都会量测体温。嘉年华影城同款遵循着各种的防疫规定，观光也进行着自主健康管理，都是为着配合防疫。环卫部暂停提供饮食，加强宣导看电影的时阵禁止吃物件。扫 QR code 留下他的姓名跟电话，然后在安排购票座位的时候，我们都采梅花座。然后进场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彻底的量体温，超过37.5度是禁止进场的。每个清上场的前后都会去做专人的消毒。疫情严峻，嘉义市政府提醒市民爱做好拱手不握手、勤洗手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嘴暗一定爱戴好，大家共同将防疫工作做好，度过疫情难关。民众如果无依照着规定佩戴嘴罩，经过口腔阁唔听，将依照着传染病防治法，处以3000元以上到15000元以下的罚金。最新新闻，就定是黄秀山甲记者采访报道。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我是县长王章良。疫情愈来愈严重，有人问我安尼到底要安怎？虽然严重。但是大家唔通恐慌，拜托大家做好三件代志。无必要的时阵，请大家莫出门，挂嘴罩、甲洗手，做好这三件代志真重要。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，按照政府的指示，大家团结对抗病毒，唔免惊。拜托大家无必要的时阵莫出门，挂嘴罩。甲洗手，感谢，多谢，努力。输棋可以重来，但人生的棋局不能重来。加入 AI 科技特色班，设计属于你的未来。在嘉义县永庆高中跟竹崎高中拥有专业的 AI 科技师资。软硬体设备以及大学资源，欢迎大家来报考 AI 科技特色班，无缝接轨世界酷科技。